我希望音乐会的广告时间不是八点钟。下面我要弹一个中国作品《神族曲》，我想可能很多观众都会比较熟悉，这是一个经典的名曲，是琵琶上的一个经典的名曲，由王慧然作曲，是1960年代的作品。我把它改编在吉他上演奏，描写的是彝族人民欢庆他们的节日。